拉拉木不同于其他外送平台啊，它有两种金流方式，一个是线上金流，然后或是有一些客人他会选择现金订单的话，你就可以真真实实的直接收到现金，然后放进自己的口袋里，就是听起来明白，再也不用被那种平台的金流绑住啊，月结、双月结，就钱都一直卡在那不好用，所以这一点我个人是非常喜欢。帅吧，拉拉木。